考汪皇宫位在泰国的华欣，是一座建在山岭之上的白色皇宫，在泰国拉玛四世时代所兴建。整座城堡充满着灵秀之气，又称之为帕纳空奇里，以及山中之城。白色的考汪皇宫除拥有泰式风格外，又融合了天主教的圆顶、中古世纪古堡的长廊、英国维多利亚的花园扶梯和中国的风水格局。在建筑与色彩的运用上，掺杂着东西方的元素，风格多元，往往让游客误以为来到了欧洲。皇宫相当的气派，具备了观赏旅游的价值，同时也彰显着泰国当年正逐渐西化的历史背景。走一趟白色皇宫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宁静庄严又不失浪漫。斑驳的灰白色墙面更是拍照的好景点，旅游泰国别忘了首选考汪皇宫。You are the sunshine.